公园。那我们的那个地方呢，靠人靠那个建国南路有814公尺，靠新生南路824公尺，然后你知道那个等一下那个和平东路那边204公尺，它比较学习比较变小了哈。那公尺数我昨天特别拿皮尺去量的。好啦，我老实告诉你啦。对呀，这样你这么诚实干嘛？谢谢。好，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哈，这个外面有一个骑脚踏车的，2.5公里长度，2.5公里就绕一圈有2.5公里。那里面呢，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有红色的人行步道，有2公里，加起来就绕一圈是2公里。绕一圈有多消耗多少卡路里？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上午呢走，不管是2.5小时或3个小时，你消耗的卡路里大概只有500卡路里啊！不要中午又大吃一次。哎，我要跟他们，这个结果效果常常都会是这样子来的啊。那我们等一下看一看这个公园有几只鸟。啊？啊！我要跟大家报告，请问你夏天的鸟多，数量多，还是冬天的数量多？冬天吧。我跟大家报，你们要注意我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讲话请后退十公尺。数量是夏天多，种类冬天多。哦。啊，你要知道有些事情要变化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以为我天天都是182公分长高，啊，我早上182，晚上181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为什么地心引力，所以都很残忍的，你知道吗？阿内塞伯朗，阿会183吗？